1997年，本港首次发现 H5N1 禽流感感染人类，政府大规模销毁130万只活鸡。两个月前，屯门仁爱街市鸡档活禽粪便验出 H7N9 禽流感病毒。渔护署派人到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，将近5000只活家禽全部销毁。今次已经是政府第10次销毁活鸡，香港活鸡行业多年来一直面对禽流感的威胁。我哋最惨的时候咧，曾经试过送了5000只鸡出去，免费送俾人吃。其实经过咁多次都麻木了。我想香港的禽流感是改变了整个养鸡业的发展。呢度系锦田大江埗，过往系唔少本地鸡场嘅集中地。呢度一立都系鸡场嚟噶啦，有10多间。我哋最辛苦系400-500尺喺山上边攞啲水喉上去博啲山水落嚟俾啲鸡饮用，因为好辛苦嘅，抬住啲水喉上去。黄元帝。原本是雞農，屋企三代都是養雞。90年代曾經在大江埗呢度開設雞場，養雞養了20年。當時的飼養量都有70000隻嘅，雞舍都有30間嘅。政府話要收牌，當時諗咧，因為局方咧就講話2年後就會實施個中央屠宰啦。咁、那個土地又唔係自己嘅，如果得2年時間，嗰、那個投資風險好高啊，所以當時就交還咗個牌照。交翻個牌俾政府之後，佢轉咗做雞苗批發。而家個舊雞場已經變成咗高鐵地盤同廢置車場。曾經諗過做農場一路做落去嘅，因為禽流感啊，係實現唔到呢個計劃咧。可惜咯，可惜嗰個養雞業唔可以喺再持續發展咯。啊，如果你話有得發牌嘅，我覺得相信好多人都會再入行去搞呢個雞場。喺禽流感威脅下，活雞行業生計大受打擊。港府曾經多次殺雞，防止禽流感喺社區傳播。另外，政府在2005年8月推出活家禽农户自愿退还牌照计划，预留约2.6900万元拨款，向退还牌照和永久结业的家禽农户发放特惠补助金。香港鸡场的数目由过往养鸡业最蓬勃时期大约300个，大幅减少到现在剩下29个养鸡场。郭永祥是坚持继续经营鸡场的鸡农。养鸡是我终身的兴趣，我由细个嗰时间都喜欢养鸡，所以我读大学嗰时间我都读呢科嘅，所以我亦都唔希望能够我一心嘅心愿系放弃咗，或者被人摧毁咗。郭永祥曾经同香港大学合作研发本地品种，佢点都谂唔到。自己的農場先後爆發2次禽流感。初初嚟講咧，就發現咧接近啊隔離農場嗰啲雞屋咧，嗰啲雞開始有啲死亡啦。慢慢咧就個個越蒸越多，到年初一咧，一日死咗成超過10%嘅雞，好嚴峻啦。咁所以我哋即刻就向漁護處匯報。咁初三就漁護處嚟就將我啲雞全部殺曬咯。嗰個時間咧，當然係好沉痛啦，嚇好沉痛。咁但係咧，我從來冇諗過咧，因為咁而放棄。過去10年，
郭永祥逐步将农场的鸡舍重建，改为密封式建筑，杜绝鸡只和野鸟接触，亦加强消毒和改善卫生的措施。好像这个新家的洒水系统和鸡舍的通风设备，可以令鸡舍空气流通，减少鸡只疾病感染风险。同时他亦要为鸡只灌滴预防疫苗。正常嚟讲，我哋鸡只一翻嚟第一日开始，至到六至七个礼拜，差唔多每个礼拜要做一次疫苗嘅预防嘅。另外，当然咧，亦都睇翻嗰啲冇打疫苗咧，大概六十至一百只咧，我哋叫哨兵鸡。咁呢啲鸡咧就抽血咧，就主要睇佢有冇抗体啦。如果嗰啲冇打过疫苗嗰啲哨兵鸡咧，如果验到有抗体嘅话，就即刻就要封场噶啦。新界养鸡同业会理事长邓伟伦话：，禽流感已经令到本地活鸭活鹅饲养行业消失，而家只有冰鲜鸭鹅供应，业界唔想见到活鸡供应都冇埋。香港有毛嘅都已经禁晒啦，鸭同埋鹅都已经系禁晒，咁变咗得翻只鸡。如果连个鸡都冇咗咧，变咗香港美食天堂，即系讲唔到过去，冇选择，变咗冇选择。邓伟伦话：咁多年嚟最困扰嘅系，每次一有事要停市21日，令生产供应链断裂。好似六月初验出有 H7N9 病毒之后，所有活禽交易都要暂停，业界损失惨重。市民又惊啦吓，担心啦，所以就销量都好差。加上我哋啲鸡咧越积越大咧，变咗超龄鸡咧，变咗农场损失好惨重啊！其实今次我哋一路咁降价去卖，即系农业就系、是、即系我哋做农场就系咁样，比较惨，比较悲哀啲啦。呢一日，农场工人就忙住将一批因停市而囤积咗喺鸡场嘅活鸡，运去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。因为要腾出空间俾即将孵化的鸡苗。邓伟伦话：每次都希望政府找到病毒源头，然后尽快复市以减少损失。我哋是不断俾呢个禽流感冲击，我哋都觉得是很辛苦，但是政府一啲资助都冇，一啲帮助都冇，只是叫我哋搏命做嘢。我哋都做了无数咁多样嘢。H7N9 嚟講咧，我哋喺香港咧係發現過三次，兩次咧就喺進口嘅樣本裏面發現嘅。咁呢個都係喺2014年噶啦。咁最近呢一次咧就喺今年嘅6月5日咧，我哋係確認咗一個較早時候喺屯門一個零售點喺5月中攞到嘅樣本，咁啊就確認咗佢係陽性嘅，因為佢喺個環境度攞到嘅樣本，而呢個零售點咧，佢曾經喺嗰段時間出售過嘅活雞咧，亦都包括本地同埋內地雜禽，咁所以咧未必能夠咧係揾到真正嘅源頭，究竟係屬於本地抑或內地嘅家禽。為防禦禽流感，政府已實施多項措施防止病毒傳播，尤其是由雞傳人。在街市實施人雞分隔措施，街市雞檔要用玻璃將雞隻和顧客分隔，每日賣不出的活雞要劏宰，不可以留過夜。今次本地驗出的新型 H7N9 禽流感病毒早在2013年3月在上海發現，短時間已經散播至華南地區，內地受感染的病人會引致嚴重肺炎，死亡率超過30%。專家認為情況嚴重，不可以掉以輕心。你搞成點啊 ？H5N1 佢因為個病毒咧喺禽鳥裏面咧係可以引起好高頻率嘅死亡，咁於是啲雞農自己都驚啊，咁佢哋都因為咁樣好願意幫啲雞去打疫苗。但係 H5N9 就唔係啊，佢雖然喺禽鳥，尤其雞啊、鴨啊、鵝啊，或者係甚至係白鴿裏面，
佢哋繼續喺度繁殖，但係嗰啲通常佢哋唔會有病。嗱，咁就好大問題，因為佢哋等於一個隱形嘅病毒，係你之前完全冇察覺嗰啲禽鳥有咩事發生，而佢已經係引起人類嘅死亡。徐明团做了活鸡批发超过20年，他说自从1997年爆发禽流感，本港的活鸡批发数量由过去平均每日10万只减少至11000只，行业正不断萎缩，根本就冇得做啦！依家只翻10000啫，11000只，咁到时节呢，科研就要多3倍。大陸雞佢又唔增加喎，以前啊周恩來嘅時候就話可以增加，咁依家後屘呢個局長上台又話唔可以增加，咁必然係一下多市節咧，價錢就貴3倍嘅。徐明團話：自從前年12月惠州輸港活雞被驗出對 H7N9 禽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。政府除了將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15000隻活雞全數銷毀，還暫停內地活雞供港，活雞供應量少了近40%。根據機制，過往暫停活雞供港時限應該是21日，但到現在拖了1.5年都未恢復供應，業界多次向兩地政府反映都不得要領。我哋一日嗰度等，兩日嗰度等。問局長有冇好消息？佢話爭取緊，但係依家爭取咗1.5年㗎啦，有多，但係我哋一路只可以無奈啲等待。好似依家車輛係得幾部咁樣出入，零零星星咁樣啦，就都唔似話一個行業啊。當然我哋特區政府就採取非常主動的態度，係同內地有關的部委咧係去聯絡嘅。但係就最後決定權當然係喺內地。徐明團認為問題出於目前檢疫機制有漏洞，因為內地活家禽包括活雞輸港後要先抽驗。化驗結果要等成4小時，但結果未出，政府容許他們運來長沙灣批發市場隔離的等候場，一旦出現病毒感染，整個場包括本地雞都要宰殺。業界一直希望政府可以靈活地方將內地和本地活雞分開檢疫，但未見政府積極回應。我明白到業界希望我哋咧揾到另外一個家禽嘅批發市場，讓我哋可以徹底將內地供港嘅嗰個家禽同本地嘅飼養家禽真正分開。但係呢一個大家應該明白喺香港現在嘅情況，我哋地又缺乏，而且我哋每一次要揾一個呢啲揾個地方，要去安排一個所謂係厭惡性嘅設施咧，係都會受到當地居民。同埋咧，佢哋嘅代表喺區議會嘅反對嘅，咁所以呢件事係唔容易做到嘅。英姐嘅檔口係全港少有做到雞隻同顧客完全分隔嘅雞檔。佢話：自從冇咗大陸雞賣，品種少，貨價貴，零售好難做。我做咗都20多年啦，以前咧呢個街市咧有11檔雞嘅，但係咧後期咧就8檔、4檔，而家剩翻2檔。佢話冇咗內地活雞供港，市場競爭減少，買一隻活雞要成200元，唔少市民都話貴。因為咧有時禽流感啊，即係變咗啲客咧就轉咗食就變線。
咁而家啲貨源咧又貴咗啲咯，即係變咗咧就少咗啲人食咯。但係我哋都賣得盡量都賣平咗噶啦都。業界指出，六月初 H7N9 禽流感之後，連內地雞苗都暫停供應，估計中秋節期間活雞供應會更加緊張。呢間係雞花屋嚟嘅，我哋如果喺國內進口啲雞苗咧，第一日咧就擺喺呢度嘅。這個可以養到八九千嘅。十年前將農場養雞牌照交翻俾政府嘅黃元帝，而家轉做雞苗批發。佢話過往發生禽流感，即使內地活雞供應暫停，但雞苗仍然可以輸入香港。但今次就連雞苗都冇得翻。訂咗啲雞苗咧，有成80,000隻咧，喺六月份係冇得進口香港嘅。咁如果依嗰個時間表咁計咧，咁兩個月後咧，大約有一半農場咧係啲雞會賣曬，係停曬場噶啦，係完全個農場都冇雞養啦，剩翻本地孵化嗰啲雞場先會自己有得養。其實每一次受影響，我哋係最嚴重嘅，因為我哋訂咧唔係話你今日要貨，聽日就可以供俾你。要21日前去訂，先擺張啲雞蛋擺落孵機度咧孵化，再供去香港嘅。所以你話停一停咧，咁我哋就要喺國內平價咁銷售啦，咁啊造成我哋嘅損失，無奈咯。如果少咗一半嘅個雞價，咪會可能會高咗啲咯，需求問題。到時中秋啊，嗰啲雞節咧，中秋節嘅需求。而家過咗中秋都會好貴，你冇雞啦嘛。梗係大影響啦，你冇。農場冇得養雞，唔係仲有其他嘢開支啊，燈油火蠟嗰啲唔使錢啊。咁我哋梗係希望啊政府啊，盡量希望同上邊溝通啊，等啲農場可以準備好曬嗰啲雞苗啊，可以盡快供應俾香港咯。咁舒緩咗我哋個農場嗰個空檔期。咁喺呢方面咧，我哋係正在非常之積極同內地有關嘅部門咧係溝通，係希望咧盡早首先。恢復翻活雞雞苗嗰個供港先。目前供港內地活雞雞場有30多間。鄭展強從事活雞行業20年，佢話而家喺香港經營活雞行業越嚟越難做。兩年前，他開始同內地雞場合作喺惠州養雞。香港政府冇一個明確嗰個指示俾我哋，喂，係咪培植我哋嗰個農場嘅養雞業係蓬勃啦？抑或想我哋係自生自滅，由我哋自己係啊你自己淘汰啦，自然淘汰啦咁？呢個係我係最擔心，亦都係最驚嘅一樣嘢。喂，翻呢啲咧，就100日咧就可以出得㗎啦，嗰啲啊。禽流感令到活雞行業的經營風險大增，他和內地供港雞場的拍檔寧願逐步轉做冰鮮雞。畢竟冰鮮的量比較大，我們大陸出港的數量指標現在才是6,000-7,000，平均分下來的數量比較少，我們農場比較大型，每個月給到6,000-7,000，我們一個月出5,000-6,000，這個效益就沒什麼效益。真係發生疫情咧，一定要斬雞。喺大陸咧，斬雞咧嗰個政府補助係唔同香港嘅，呢度係基本係冇嘅，所以我哋就唔選擇出毛雞。執照啊，呢個就叫做因為香港政府第一個牌照已經係規限住我哋啦，第二嗰個條例亦都非常之嚴苛，要將個農場去改建亦都好困難，要經過好多個部門去申請先可以拆咗間雞舍，然後再去重建。咁呢個係非常之困難嘅，因為香港政府冇一個配套係配合我哋香港嘅農業去發展，只係空談，每一次都空談，咁變咗我哋係做唔到一個睇唔到我哋嘅前景，咁我哋自然就唔會話投放資源。活雞供應存在公共衛生風險。政府去年年中聘请顾问就本地家禽业的未来路向
展开研究和咨询。本地活鸡行业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呢？我们在边境度有测试，我们在农场出鸡的时候测试，我们在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都有测试。这个是全世界最精密的测试，以及是这个劳斯莱斯级的测试和控制。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值不值得，就是全世界都没有人这样做，原因就很简单，因为很贵。这个行业能够生存，当然最终来讲是要看这个消费者。但我这个自由社会就有机会给我揀，我都可以望有得揀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活鸡来讲都是给个消费者一个另类的选择。我又不觉得是夕阳行业，我们都是不断努力的。希望香港市民支持一下我们这个行业，希望知道香港还有一班养鸡的农民在挣扎。在稍后请收看《学是学非》。即係人開始貪婪或者開始懶惰咧，就係我既然哇你對我咁好，我不如捉咗佢唔俾佢走。認真睇得港台電視31。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在即，香港电台电视部设立论坛，邀请各区参选人讨论对各项地区和社会政策的主张。下星期六日晚7点，翡翠台